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朱峰为您带来的游戏时光。那么咱们今天一块来玩的游戏叫做《洞窟开拓者》，那么是一款横版像素地牢然后 roguelike 战斗类的游戏啊。那么其实这类游戏呢，在 Steam 上是非常多的。那么为什么买了这一款游戏来玩呢？因为这款游戏呢只需要18块钱啊，不是那个，因为这款游戏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点啊。那么这款如果说就是我一直以前呢也是跟大家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让一个 roguelike 的游戏里面可以加入多人对抗的机制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事情。之前呢我和逆风笑我们俩在聊天，说如果这个以撒能够出一个这个对抗模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玩同样一张图，然后呢互相来争抢这张图里的资源，比谁可以先通关的话，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那么但是在 roguelike 的游戏里呢很少能见到这种机制，那么这款游戏呢也没有这种机制。那我为什么拿出来说一下呢，就是说到这款游戏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这款游戏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加入了一个伪多人联机模式伪多人联机模式，就是说当你玩游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游戏里面有很多好像跟你一样的玩家在跟你争夺这个洞窟里的资源所以说呢你要一边清怪，然后一边呢跟这些伪的玩家对抗，实际上都是一些这个非常智能的 AI， 然后呢还要跟他们争抢这个洞窟里的资源，从而呢让自己可以通关，所以说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那么刚刚也是玩了两把全部都在1分钟之内就死透了，所以这一次咱们来录实况希望这个录实况呢能给冲锋带来一个比较好的运气不要死得这么惨。好了，那么闲话不多说，我们来开始这个游戏。那么游戏的操作也是非常的简单，那么这个游戏呢强烈推荐大家用这个手柄来操作，因为它的这个远程攻击呢比较奇特，它的远程攻击的方式呢用的是这个右摇杆就是你只要推动右摇杆往哪个方向推，它的远程攻击呢就是往哪个方向射的，你看到没有但是你用这个方向盘也可以，用方向盘呢就需要用到这个方向盘的上下左右这个键子，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这个还是这个摇杆用起来更加舒服一点。好了，那么闲话不多说，我们来进入这个洞窟的 Live One。OK， 哇，前面有个东西给你捡过来你看，有，哎，这个家伙倒，这个家伙不是玩家，这个玩意儿是怪，他看起来有点像这个玩家之前我以为他也是这个伪玩家后来发现呢，他这个实力呢还达不到伪玩家这个地步。来看报，其实这个游戏也是一款这个受苦相的游戏这个受苦相的游戏，就跟我前两天玩的这个，来了。这个贱人，你不要抢我怪，滚！是吧？你走开！你这恶棍！我先把东西抢了我别的先不说死活不论先抢东西。来，我们火力压制这个伪玩家，去死吧！无奈真人他发现他打不过我，就想跑，没门！别！好，快！漂亮！抢到了！你再跳！好，直接干死！毕竟是 NPC 想跟我斗呢还是这个差了这个火候。 Give you three 什么什么给了我三个雷。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拿到道具之后呢，这边有道具这个说明可以把它装备上可以把它这个装备上看着，我们可以把它丢什么东西，我以为这个雷是丢人的，怎么感觉这个人这个东西呢是可以把给你丢出一个上升通道，可惜这个第一次玩不太认识这个英文就把它浪费掉了。好了，再来没关系像有些英文的游戏呢有的时候当我们像我这些像我这种英文学的不怎么太好的人呢有的时候看英文游戏会有点退缩，而实际上像这种战斗类的游戏吧，英文这个东西多玩玩自然就好了。我打不到上面这个箱子，糟了，我觉得上面箱子要被那个伪玩家给拿走了这个来自于异次元，我操嘞，你还盯着我来了是吧，社死，我操两个我真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可以起到这种作用来死吧笑死我了，我靠，他们已经跑了。但既然是这个对抗制的玩家凭什么他们都是一伙的，发现没有，他们都是一伙，他们互相之间不打的，他们只打我。你过来，你别走，你不要走，我的箱子，好的，他们没有抢我的箱子，太兴奋了，死吧。那么这些这个伪玩家这个血量呢跟我们也是一样的是跟我们是同样的100点血，所以说你想把他们做掉呢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们想把你做掉的话，如果真的是一心想把你做掉的话，真心难度不是很大，因为对方的人的数量非常多好，我要跟打一场 PVP 跟我斗，对不对，跟我斗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怎么走。我现在血量这血量方面也不是很乐观啊，也不是很乐观。我们不要，我、哦、靠，我的 fuck！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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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感觉还拿到了不错的装备呢啊！啊，要死也不要死的这么早吗？走开！我不跟他打，不跟他打，不跟他打啊！我认怂，我认怂啊！好，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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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情况非常不妙，我只剩29点血了，29点血，然后被这些，哎，被这，哎，走开！你们这些配角。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嚣张的配角啊！我是主角，好了。那么这次咱们打的稍微稳健一点啊，不要这个啊，想着太快速的推进啊，这个推进的下场啊，就是死啊，就是死。来，是个死，你上下来，上下来，好，这个直接干掉。哦，这边有像雕像一样的东西，先等一下，需要94块钱来激活啊。然而我是个穷屌，我是个穷屌，一分钱都没有。来吧，你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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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射死你！我打开，希望给一把比较牛逼的武器啊。上把是出来之后呢，虽然拿到了一些这个道具，但没有什么牛逼的武器给到手里。哦，一个戒指，来瞅一眼什么戒指啊？看下这个戒指，生活维持 all take 哦，加是可能是加一点伤害，也可能是加这个什么加防御之类的东西吧。哈哈哈哈，不认识啊、哦，我又看到了这个，我又看到了这个配角啊，群众演员又来了，群众演员又来了。现在这些群众演员啊，这个为了上位啊，为了火啊，太拼了。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不是你打死我，你还想以后还想有戏演吗？哥，好，快捡快捡啊！不跟他们打，不打，我就在下面躲着啊。谁下来我打谁，死！哎，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只有24点血了啊！我现在只有24点血了，我靠！这些群演抢起戏来，简直丧心病狂！来，来，火力压制，我跟着你啊，我跟着你死去，漂亮！华丽的捡漏啊，华丽的捡漏，就是这么专业啊！捡漏我最强，死死死 ，fuck！ 走，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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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来，你上来来，不要怂不要怂！哦，这个雕像是要28级，我漂亮。补一个血不错啊，哎，有一个补血的东西，我们赶紧给它用了吧。好的，加了20点血，暂时我们不用死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可能走不了太远。来，先射掉这个小蝙蝠，先射掉这个小蝙蝠。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我觉得这个游戏又可以玩一阵子，又可以玩一阵子了啊。我个人对通关类的横版游戏的不是很感兴趣，但对 roguelike 呢还是比较情有独钟的啊。Oh come on， 捡到钱，射死史莱姆啊！哎。前面有东西可以捡，哈哈哈哈哈哈！啊，好险啊！要是被群众演员抓到了，啊，看到了就没了，就没了啊！等一下，来来，我先不管捡的是啥，我先干他们再说。死，上来来，死，漂亮！看看刚刚拿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拿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什么 mate？ 什么 ？I'll also hit nearby armor for half。哦，我的这个攻击啊，我的攻击呢，同样可以对这个附近的这个敌人啊造成，就是一个群攻，相当于这个横扫啊这样的技能，就是啊、我的攻击呢可以对这个附近的敌人呢造成这个一半的伤害啊。严格来说呢，我个人认为，老是点错这个键子啊，个人认为刚刚拿到这个东西不是特别有用，不是特别有用。Red apple 啊，吃一个 red apple 啊，再吃个 red apple， 拿了两个红苹果，苹果吃掉还有68点血啊，我们看能不能赶紧往下走，接着往下走。刚刚这个伤害建设这种东西，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特别有用的东西啊，因为1对2太危险啊，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尽可能的制造这个1对1的战斗方式。我操了，这个军演在下面单挑两个小怪啊，我看着他死，我他妈要看着他死。看看能不能找个地方射到他。哎哎哎哎哎，你过来，你有本事。哎，好了，他死了，哈哈哈哈，他死了，道具可留下来了啊，道具可留下来了，捡，哎，菜切，哎我去，这买卖值啊，这买卖值。你看看这个群演有的时候也是会起到好作用的吧，你看，嗨，好，只要碰触就有伤害，这点比较不爽啊，比较不爽，我不太喜欢这种碰触伤害的设定。来一个骷髅头受死，来看一下刚刚拿到的装备啊。我为什么用这个东西？浪费啊，浪费啊！把这个东西装备上，走！哎，别，受死，死吧！还有36点血，继续 go go go， 希望给来个苹果什么的。蝙蝠啊，好对付，好对付啊！蝙蝠只要拉开距离，远程射击啊，近战有的时候它的这个行动比较飘忽，不太好打。
说起来这个一层是有多吵啊，一层是有多吵，咱稍微短点行吗？让我看一下第二层好吧。啊，从我买这个游戏到试玩这几把，我就没有见过第二层啊，就没有见过第二层。来，吃俺老孙一剑，又是钱，我不想要钱，你给我把现成的武器好不好吗？哎，小心，我不跟他在这个洞里面打，我首先要把这个什么拿出来。走走走，那边那个小洞是门吗？我很好奇啊，我先把我的钱拿着，先把我的钱拿着。来，这是门吗？真的是门，漂亮！哎呀，你看看，有生以来第一次啊，见到二层啊！哎，这幸福的感觉啊，幸福的感觉。来，来吧 ，Come on baby，Come on baby， 又是钱，给装备行吗？给装备行吗？死！当当，哎，下面有东西可以捡，我看到了啊，都看到了。赶紧去拿，赶紧去拿，不然的话一会儿群演来了就没咱事了啊！这帮群演可他妈丧心病狂！哇、哦，我又变得强力了，我的剑啊，好像是关于我的剑好像变得强力了啊，我的剑可能是变得强力哦，剑好像变成了个剑，好像刚刚变成了双发哦哦哦哦，还不错还不错啊，好，再来 ，Come on baby， 哦耶， oh、yeah, 好像也没有变成双发嘛，但不管怎么样啊。拿到东西就行啊，不认识又怎么样，有东西就行啊。好，这边有个可以消费的地方，我们去消费一下啊。这个史莱姆有点烦啊，来消费一个呀。有什么消费结果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当当当，哎，我发现好像到第二层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群演啊。群演罢工了吗？啊，这一层被我，我操嘞，这层看来不需要群演，小怪就干死我了。哎，喂，这个剑有的时候是双发，有的时候就不是啊，不知道是个怎么样的区分。小心小心 ，Come on baby， 来吧，小蝙蝠，受死，受死！哎，哎，小心跳一下，跳一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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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哎呀，没有群演跟我这个互相配合之后啊。突然间感觉这个玩游戏没有动力了啊，玩游戏没有动力，所以还是要有群演比较好一些，有群演比较好一些。来，小蝙蝠，小蝙蝠，小蝙蝠，咱们这把打的，咱们这把打，哦，对对对，刚刚拿到剑是双发啊，虽然说这个双发可能没有显示出来，但确实是双发，因为我现在复活之后放的剑变细了，双发的时候可能是两个剑合在一块啊，两个剑合在一块起的。Come on。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去，这家伙有点暴走啊，有点暴走，哈哈哈，有那么点暴走。哎，我看到东西给你拿了，快去快去！还是那句老话啊，来晚了群演就拿走了。好，先不管什么东西，因为这边还有一个，再拿。OK， 杀一个。刚刚好像拿到了一个增加伤害吧？好像拿到一个增加伤害，看一下啊。这个是叫 Brian Maggie 哦，魔法伤害。这个是，哦，走群演群演，哦，吓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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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群演不来了呢，你还在哟，来吧群演，领盒饭去吧！别走别走，你看这个，他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啊，你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哈、啊，我就跟着你啊，算了，跟他置什么气呢，对吧？打他又不跳东西。打他又不掉东西啊，这里的玩家杀了不掉东西的。好的，再来再来啊，我先跑我先跑，我不跟他斗。我在这层已经拿到两样东西了，我个人认为可能这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东西了，我直接奔下层走了，走人，拜拜，再见群演。第二层，咱们今天目标啊，冲向第三层啊，冲到第三层就他妈胜利。哦，还跟我玩拼刀，哎呦操！再来再来，真玩拼刀啊，真跟老子拼刀呢。哎呀，死，除了群演老子谁也不怕、啊、老子谁也不怕，砍死。好像上把就不是死在群演手里的呀。嚯，当当当当，哈，Hello，
刚刚好像看到了一个类似啊，没有，这一层，哎，是到第二层的时候没群演啊，我两次在第二层都没有看到，哦的 fuck， 我两次在第二层都没有看到这个群演的身影啊，哎，没看到更好啊，看到也是，刚刚看到上面有一个烟儿，啊，有个跑步带着这个尘土过去了，我以为群演，吓我一跳啊，没有群演更好啊，我自己玩的悠闲一些。有群演不好，有群演的日子不好过呀。好的，再来。好，看到东西了，这是一个树枝。我刚想说刀片，他发现不对。哎，我他妈在这上面。哦，敌人掉金子。哎，这是个好东西啊，这是好东西。刚刚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是我们打怪的时候，敌人就会掉金子嘛，掉金子。哎，我谅你上不来啊，我谅你上不来，所以我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面稍微窝一会儿，顺便嗑个苹果啊，爽，暂时不会死了啊。这大胖，哎，嗨，哦，跟我斗，我就知道你要阴我，我靠，他这个自爆。命中注定了，我跟群众演员还是有不解之缘啊！哎，群众演员，我又来找你了。哇，这玩意儿不是上一层才有的东西吗？哎，别这样！哦呦，吓死我了！哇，这玩意儿不是二层才有的东西吗？一层这么多，就看来是随机出现的啊！先往前走，我不想跟你们纠缠啊！先离开这个敌人的大部队啊，顺便过来找找东西啊，过来找找资源什么的。小蝙蝠啊，顺手搞死就可以了，两剑一个啊，这个轻松。来，小蝙蝠啊，你不来，哎，我操，我以为你不来了呢。嚯，直接跑！我不跟你们的，哦，我不跟你们，跟我扛刀，扛刀是吧？啊，扛刀是吧？来，扛刀，你扛刀扛不过我呀，砍刀砍不过我呀，亲。何必执着呢？我们找到个安静的角落啊，杀蝙蝠最好了。哎，前面有东西啊！哎，又是个安详的地，我刚想说是个安详的第一关，你咋就来了呢？嚯嚯嚯嚯嚯嚯！每五下攻击，漂亮！你妹，我的刀！你别走哈，这上面他上不去，上面刺，他怎么地都得下来。我跟你讲，纳尼？这个刺乐不笑的，我操，这也行？别走，把刀还我！我靠，那把斩马刀，好的漂亮，哎，是吧？你拿老子的刀不行啊！哎，这把刀好像感觉没什么，9-11的伤害啊，这个上是13-15 ，OK， 伤害也高一些。终于拿到了一把武器啊！区区群众演员啊，偷我刀，这能忍吗？是吧？必须干死！来，一刀砍过来。两刀砍过来，扫起，回过头来，从这个小坑坑里上来啊，哇哇哦哦哦哦，操！我要活！哎，来，我不着急下去，我在这里跟你们刚一波啊，让你见识见识我的英雄气概啊！啊，吃一个，加10点血上限，再来一个20点血，漂亮，幸亏没上去，这边有东西。好嘞，什么东西？就是神圣的什么东西？先不管，先跟他们干，哈，强力不强力啊？这什么 ？Not useful as the 不，它不能作为一个，武器来使啊，它只能什么魔法，是这么写的吧？我看一下啊。它不能作为一个武器，它只能什么 Forest Magic， 总之是一个法杖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可能用不了它。我还以为是达到了一个什么祝福呢。看看这边有什么东西在下去啊。现在形势比较悠闲啊，一层只碰到一个群演，还被我干死，爽吗？啊，1、2、3、4，是吧？是每五秒还是每五下来着？看一下。我若不攻击的话会自动积攒吗？哎，拿到了什么戒指我没看。好，挺好啊，加3人哦，每五秒，
每五秒可以集蓄出一个光球啊，这也很神奇啊。我觉得这关这把我死，我操哥，哎你那边没东西了，再见。哼，那个死群眼又想跟我抢东西了，可惜那边没东西了啊，我先走了，我先走了。这个自爆少年又来了啊，我好烦你啊，我不跟你打啊，我认怂，来我认怂，来吧，直接死是吧，咱这个电球真的是拿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道具啊，非常棒的一个道具。哦，前面有个显示一个雷，来过来死。目前为止玩游戏玩到现在拿到过最好的道具就是这个电球，死不用瞄啊，距离差不多就可以。来吧，给你三个什么什么雷啊，这我上把捡到那个，但是不太知道怎么用那个东西。来你上来，我不能硬刚，我现在必须得走啊，我这个我也不想怂，但是我现在必须得怂，因为我现在这个血量不太允许我给你这个什么啊，不太允许给你，我不太允许我给你正面刚。OK， 哇、哦，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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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爽了爽了爽了！啊，啦啦，又得到了一个，又增加了一个伤害啊！哎，哇哦，下边看起来很凶险，我到这边来。哎哎哎，看到没有，骑墙杀！我操，来群演！行，你去打，你去打啊！你牛逼，我认怂还不行吗？是吧？你牛逼，我认怂还不行吗？我不跟你打，哎，我不跟你打，你厉害，你就是比我牛逼，我就是打不过你，我他妈就是打不过，我操！我都认怂了，一定要这样对我吗？啊，我都认怂了。好吧，看来今天是完成不了咱们这个。哎呦，我还行，我295名啊！哎呦操，咱们今天是完成不了这个什么这个愿望了啊，完成不了这个，完成不了到第三层的愿望了。有时间咱们再来玩这个游戏，这游戏玩起来还是蛮有趣的啊，但是不够熟练啊，熟练之后呢，应该会玩得更好一些啊，更好一些。好了，那咱们本次的游戏试玩就到这里啊，咱们下次再见，拜拜。